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红烧马铃薯。首先包装打开来，里面有马铃薯、红萝卜、洋葱、蒜碎。自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酱油一大匙、糖一小匙、水150cc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蒜碎，等蒜头的香气出来之后，放入洋葱，等香气出来之后，放入红萝卜、马铃薯，略微拌炒之后，加入水150cc。大匙糖一小匙，拌匀之后，现在马铃薯已经烧烂了。我们红烧马铃薯完成。